感情不和，比这严重。有了第三者，比这还严重。总不至于到杀人的地步吧？你要是不管，今天回去我就把这个畜生给杀了。 那我就求你帮我一件事。这人，我没杀过呀。谁也不是整天杀人。不过我帮了你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我就跟李干纳四。如果能干纳四，就杀人也仓。这是名单。要杀这么多人啊？没事，能杀一个是一个。人不用理他，你就负责帮我瞪着他，我捅死他。 白箱子的人是我，与你无关。倩，你觉得我的生意值吗？我弄了一次，要杀五个了，我又不是黑社会。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胆。